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丹爸。今天还为大家介绍健康力的保健产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健康力的产品有这一些。然后这是健康力的叶黄素。小邦说，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重度三 C 族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用的保健商品。这是益畅明，它可以调节过敏体质。可以看一下内容有这些。然后这是精氨酸，调节生理机能的，增强体力，非常的大盒。这是健康力的益畅明益生菌，调节肠胃道功能，然后也可以调节过敏体质。然后再来是健康力的漱口水，它是做随身包装的，外出的时候带一包、带两包也很好用。健康力的产品就是这些，欢迎大家到丹巴的官网下单哦，谢谢大家。